我是 Caitlin 杨炳仪，我今年14岁啦。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精神的一个人，即是每次拍摄我都会超兴奋啦。咁我3岁开始就爱上了音乐，我识的乐器包括钢琴、吉他和小提琴啦。我之前是学比较 classical 的歌，小学5、6年班先开始喜欢唱流行曲多啲嘅。另外我都好喜欢跳舞啦。我之前是学芭蕾舞的，但系入咗星梦儿之后就学翻多啲即系现代的舞咯。我当年9岁啦，想谂一样比较特别的嘢送俾爹哋做生日礼物，所以就作咗一首自弹自唱的生日歌俾爹哋听啦。咁通过音乐嚟同佢讲，我其实系好爱佢，同埋希望佢可以度过一个非常之好嘅生日啦。呢件事都令我发觉到，我其实好中意自弹自唱，同埋好中意作曲。我想响星梦儿，无论响技巧或者台风方面都有进步嘅。无论是比赛啊、表演或者平时练习，都唔好惊辛苦，而且系要坚持同埋尽力去做到最好，全力以赴，咁样每一次就可以比上一次就有进步咯。无论赢定输，最重要是我有尽力、有努力享受呢个过程，咁我就已经好开心了。